的话啊，一定要进行控旺。控旺的目的呢哈、啊，抑制长新梢、长叶子，然后呢，所有的营养呢集中呢来开花结果。但是呢，我们控旺呢分两个阶段，第一个呢是春节前啊，春年前的时候呢，温度一直偏低啊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用肥料控旺啊。肥料控旺呢哈、啊，它不会造成要害啊，也不会出现一些控旺过度啊。这个时候我们用高磷肥啊，高磷肥呢既能促进生长，然后呢还能控旺啊，一般磷酸氢钾呀。然后呢，过了春节之后呢，温度高的时候呢，高温土壤呢哈、啊，我们这种控旺呢，我们用三座的杀菌剂，我这边用的是佛归唑加米菌酯就可以了啊。只要控旺呢能够高产，只要控旺呢能够。